请揭晓。手游业者大手笔推出了玩游戏送套房的活动，除了代言人，记者会上更邀请了律师共同见证，强调活动过程绝对公平公开。5月28号，一起来期待降落悬架。去年送宾试车引起广大的回响，这次业者再加码，要大方送出价值500万的套房，而且抽奖门槛低，大家都有机会。第一个条件是，玩家的账号底下有任何游戏角色，他满35级。然后第二个是他只要满10级，同时在 Facebook 上面去分享这个活动。那最后一个是，他里面只要有出资任何金额的，哦，以上这三个哈，他就有3次的这个选号机会。那3次所谓的选号，就是我们会搭配未来4期的这个大乐透的这个开奖号码。高房价的年轻人大叹买不起房，听说有这样的抽奖活动，大家都直呼不敢相信，骗人的吧？就现在如果有这种机会，当然会去抽啊。为了吸引更多的玩家加入，除了线上游戏的内容要不断的更新改版，赠品也越来越有看头，成功的吸引话题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